探店一家啥都有的宝藏中餐馆，我终于在墨尔本找回了下馆子的感觉。位置就在 Box Hill Center 正对面，装修真的明亮又宽敞，这个桌子好适合人多聚餐。先 mark 一下，好像是川菜系，但是菜单真的有太多选择了。盖饭、硬菜、小吃一条龙，招牌的三鲜黑鱼片也太大一碗了吧！看看这 Q 弹的鱼片，口味选择的是酸，汤底又嫩又鲜，喜欢吃鱼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。中餐馆必须要有硬菜肘子，上来直接占掉了桌子的一半位置，应该是酱肘子，个头实在太大了，真的不知道从何下口。看看这肥美的肉皮，实在太过瘾了，但是肉的口感没有新鲜肘子要好。最好吃的居然是这个朴实无华的腊肉炒饭，是记忆中奶奶腌的腊肠腊肉，真的太香了，直接打包一份带走。这家店的菜莫非都是按盆装？毛血旺端上来，桌子已经放不下了。看看里面的料，真的超级足，辣度卯足劲，但是味道一级棒，居然不亚于在川菜店吃到的烤串大失望。冲着烤面筋点的，但味道到底为什么这么淡？每次点完一桌肉都觉得需要来一个蔬菜，莫非是全国统一下人油条的搭配？莫名很和谐。吃饱喝足之余，还是想问这到底算啥菜系？